快打，一张，啊，没有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啪啪，啊，我操，哎呦，我操，哎呦，我操，嘿，嘿，今天给大家讲讲一个，就别人用膝盖去顶你的时候，你第一点你肯定是不是用你的两只手去扣住他的膝盖这个位置，然后腿啊背部和手一起配合，他起来之后他一扣，手接，抓拳到左侧面，转腰回正，右手变拳，左手出，转胯，上步，抱球，一样的揉膝腰，胆雀尾的捧，撇脚，上步，抱球，捧，往右边捋的同时往后退步，然后过去推。兄弟们，咱遇到这种人啊，怎么制服他啊？你很牛逼啊！要是别人从侧面去抓你衣服的时候，你去带他一下衣服啊，大把子，老铁们，哦，哇，老铁们。